哟，朋友们，看我今天穿的是什么？没错，我今天要去健身啦。那我们现在出发，出发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健身了，大概有半个月。我很想念我的健身老师。上一次我跟他说，你这个强度，我可能一个月来一次。没想到吧，我半个月就去了一次。因为前阵子不是我说我的腰围已经到54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健身老师的功劳。然后待会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们。这个人好像个北极熊。练习地方是四楼，爬上来的时候我已经累死了。这是我的教练桃子姐。来吧，单腿直立向上啊，然后一条腿支撑，然后双手等一下拿着瑜伽砖做一个手绕圈，对，在头的方向去绕圈，对对对，很好。好，再向头的后方去绕，对，非常好。我上次我跟你说我练完腰围只有54，我真觉得你最近瘦了好多哟。但是我也有控制，就是你看你的胳膊和腹部，然后腿，哇，真的。上一次你练完那个之后，我的腰达到我前所未有的维度。我们结束了，耶！那我的腿都软，辛苦我了，收工回家。那今天的健身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